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联合促销活动从9月16号推出至今，已经发出将近12000张的刮刮卡，初步消费金额达到144万元。花莲市长魏家贤今天前往市场关切促销情形，欢迎消费者加入事事有惊喜的活动，一起来刮刮好元气。奖品有50元到200元的抵用券之外，还有机会可以摸到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等大奖。花莲市长魏家贤29号与市场所所长前往花莲市中山路18市场，受到市场自治会主委以及摊商热情欢迎。他表示，促销活动开办以来，消费者非常的捧场，不少人刮到抵用券之后，回头再加码购买，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的买气。那今天事事有惊喜，刮刮好元气的活动哈，那也来到中山市场。那我们今天也到中山市场来看相关的摊商，还有我们相关的采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从9月29号在中山市场的部分，9月29号到10月6号，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买完相关的一个菜之后，可以来到我们市场内部来做相关的称重，换取我们刮刮券。刮刮券里面如果刮到有现金的部分，抵用金的部分哈，那还如果没刮到的话，还有我们其他的摸彩券。那也请大家要把握机会，那其他市场也有加码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也都能够到花莲市公所的网站或查相关的资讯，来市场里面来走市场买好菜得好礼，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到传统市场里面享受最多的人情味之外，也能够中大奖。看到买气如此的热络，市长魏家贤相当感谢摊商的配合以及消费者的支持。事事有惊喜，刮刮好元气联合促销活动，包括重庆、大同、复兴、中华以及中山市场，有316位摊商响应。从9月16号开办以来，消费者热络响应，截至目前已经开出12000的刮刮卡，初步消费金额144万元左右。10月13号活动结束之后，应该可以再创上新高。记者邱宏毅华视报道。